博学故事选集，苦口婆心是番劝发愿往生。故事之说，善导大师云：如来虽行出世，为说弥陀本愿汉，是故净土法门乃是十方三世诸佛度众生，断烦恼，了生死，出三界，成佛道之第一法门。故本师释迦牟尼佛多次宣说，希望众生能信愿持名念佛，同入弥陀一圣愿海，共成佛道。以《佛说阿弥陀经》为例，佛劝我们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总共四次，可真为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三而四，苦口婆心慈悲到达了极处。虽然如此，我们能有很多同修天天念阿弥陀经，却能不知佛在哪几段经文劝我们发愿求生极乐世界。因此在此特别揭露经文如下：第一次劝发愿，系在佛介绍阿弥陀佛的意义之后，说明极乐国土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，其中都有一生补处，其数甚多，非是分数所能知之，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说。之后劝我们众生闻者应当发愿，愿生彼国。第二次劝发愿，是在系在告诉我们念佛念到一心不乱，其人临命终时，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，世人终时心不颠倒，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之利益之后，劝我们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。第三次劝发愿，是在系在佛介绍六方佛在广长摄相，称赞不可思议功德，一切诸佛所护念经之后说：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经受持者，即闻诸佛名者，是诸善男子善女人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，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是故舍利弗，汝等皆当信受我语及诸佛所说。此段劝我们信受发愿的经文，较少人注意到。下联居老居士汇集的《佛说阿弥陀经》则接着补充：当勤精进，如说修行，勿生疑虑。第四次劝发愿，是在系紧接在第三次劝我们信受发愿之后，经文为：舍利弗，若有人已发愿，今发愿，当发愿欲生阿弥陀佛国者，是诸人者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于彼国土若已生，若今生，若当生，是故舍利弗，诸善男子善女人若有信者，应当发愿生彼国土。下联居老居士汇集的《佛说阿弥陀经》则云：诸善男子或善女人皆因身心信解发愿往生，悟行放逸。由甚可知，佛在短短的不问之说之《佛说阿弥陀经》中，总共四次劝我们应当相信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其帮助我们在一生当中能就近成佛，其恩德真是超过生生世世的父母，令人动容，也使我们三宝立志深觉应当广为众生介绍，使一净土法门方能报答佛恩于万一呀。